哇，你一惊一乍的又干嘛呀？看，你看，阿平在前面。啊？哪里有人呢、啊？你瞎说什么？啊？我刚刚没看到有人的呀。我看你是出现幻觉了吧？奇了怪了，我刚刚真的看见阿平。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，赶紧走了，哎。刚刚是不是阿平走过去啊？哪里有人呢、啊？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吧？哎，可能是这两天被阿平跟大胖吵得我有点迷糊了，出现幻觉了。哎呀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这去买下就行了。嗯，那行吧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我最近眼花的那么厉害吗？哎啊！你终于回来了。哦，是啊是啊，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？吓死我了！我见你不在家，就在家门口等着就睡着了。哦，那快进来吧。走。哎，阿平，什么时候过来了？哦，来了一会了。我刚好买了菜，一会儿在这里吃饭得了。等一下啊，好了好了。开饭了，哇，真的香，好，多吃点啊，你看这几天都瘦肉了，你也多吃点啊，嗯，好好好，嗯，来，哥，多吃两块啊，满都满了，你们两个得了吧，但我不存在啊，来来来，华哥，你也多吃点啊，哎呀，你懂。